在干嘛？你来勾我是？现在也挺有重啊，是哦，那就是我手，我手一拉高，他勾一下。对，是你弄我，我现在在那里，我去看影片，是你弄我，还先凶你，凶你。是你先说我啊？我说你干嘛？我就没干嘛，我手起来，我要过去了，我也不是要去勾你啊。我是直直站在我的地方，你弄我的。嘿嘿。就我感觉这边是最好练的一道，而且他现在插棒棒是什么？是可以绕 S 的棒棒吗？那一堆棒棒，哎、欸、不对，可是那个是右边的缆车才有，我们滑的是左边这个。哦，那那个是馒头吗？那是馒头吗？我觉得那怎么会突然出现？对啊，很奇怪，没注意啊，上午没注意。我觉得有点凉了、哦，一点点。嗯？这样。啊，跳，因为他跳过来，他不是跳然后就下来，他是单单然后两层，这样二下一下。那个，如果飞得够高，你只会。你说飞过中间，中间不会凹到。对对对，刚刚跳高的人是没有、嗯、不会碰到那一下的。好笑哦。对啊。那就是我太紧张，我在起跳前还先减速。果然是偷刹车。我会怕、啊。对啊对啊。我当然会怕啊，所以导致不。这里我刚坐刚边大弯坐得很高兴，而且我一点都不觉得难，超简单。你可以停在路口的下面一点点，偶尔回头帮我入嘛，我修修修修修。好。那我你觉得这种弯路的是什么吗？看得出来吗？看得出来啊，所以你要我站在这就对了。对啊，站在这边，然后看回头，然后看我到底弯了，我就自以为很厉害，然后试试路出来是很挫的样子还是怎样？也可以在路口上面，感觉路口上面比较适合。好，就这里。那里，这里。然后上面，然后在这里，对啊，这里凹进来是一个没不大有人会想进来的地方。好。这个人也是快乐，弯弯弯弯弯。嗯，Sherry 他们在考那些东西，到底是，是自己能力的认证，还是教学？是教练的认证。对，但是那个代表当然是他自己能力很强，但是他也同时有考他教学，是不是？对，都有。例如说 Level One 的话呢，教练本身要能做到大弯，然后重心是正确的，然后呢，教学部分能力的考试是说。要能够针对教大弯这件事情，学生哪里有问题，要一要点得出来，二要能够告诉他说你用什么方式来修正，你要再加些什么练习会比较 OK 这样，对。所以 Level One 大概就只讲。你不觉得？如果我没有学那个刹车下滑法，那我原本不就等于是用滑行的人吗？就不是用刹车式的人吗？但是其实哈，你是那样没错，但是你的那个，我要看你以前的影片才知道。但是你以前的也是偏朝山上啊，对，现在是教你那个侧刹，你的重心越来越朝山下了，
对、嗯、但是因为这个方法真的是很稳很好用，然后刹车也同时也是用这个方法，所以就会越来越依赖这个方法。但是这个对的重心呢，你摆的这个对的重心，如果你这样子停下来，这样就叫侧滑。你摆的对的这个重心，但是你往这个方向走出去，这个就叫钢边滑雪。因为你摆这个动，你看哦，我现在摆这个动作，对不对？对。板子是不是朝这？嗯。那你要是顺着钢边滑，你应该往这边跑啊。嗯。但是实际上是往这边慢下来，移动的方向是这样子慢下来，而不是往这边慢下来。我现在往前冲冲冲，我想减速的话，我是不是快速的转过去就停下来了？那我转，我慢慢的转过去，有点像是车轮的方，车轮朝这，那我应该会渐渐的往那边走。如果我是这样子滑过去的话，我可能永远都是时速30这样子滑过去，减的没有多。但是我教会你的是，你马上就这样子恰转过去，马上就30、20、10，你会马上就这样，然后会有一点这样弯过来，有点带点曲线的 L， 就马上你速度，你的减速方法很快，很对，对啊，很稳定这样。嘿咻。往右边啊，好，我先跟你后面。你现在是钢边，现在也是钢边，现在也是钢边啊，现在是侧滑。你努力的把板子是朝向侧滑的方向、嗯、这一点开始尝试是有进步的，对对啊，然后可以继续啊。可以啦，
我觉得我没有上次滑的好，远的要命耶，而且你知道你跟肚子包的布穿一样颜色吗？对啊，所以你一开始会看不到我。你是说我在线的上面吗？我是看得到你，但是我觉得人太小，我超到我三倍。对啊，三倍还是你的正常倍数啊。嗯，反正我也没滑好。我这次有类似钢鞭滑，但是我没有那个余裕去感受我们鸭血蛇，所以我知道我的姿势一定没有上次好。上次就是我们上次滑这一道的时候，准备去吃午餐的时候。啊，接下来要去哪里？要再做一次吗？要再做一次吗？看，哎，我觉得我的前面都有小误点，你有吗？我有啊，我刚停下来就发现了。OK。现在要去哪？换我帮你录吗？是我滑得很丑啊！如果你要我练习新动作，我就滑得很丑。你就用你正常的动作，这一段应该是很轻松的，帮你录，然后看你姿势怎样，好吧？啊？还好，不要吗？那要滑哪边？那再滑一次这个。过了，这个是一过来最那边的那个黑线。啊，真的是馒头！我看到有人在滑馒头的，咚咚咚。只是这个是 ski 滑吗？是 ski 滑。Snowball 办法滑成像 ，Snowball 办法叫。Snowball 也可以滑完头，对。你可以滑成像 ski 那种方法，跟闪一样打。可以，就是一直扭腰，一直扭腰，就是这种动作快速，很快的做，然后真的要扭。是啊。那个时候就是要求就是要扭了。嗯。对啊。这个女生的样子好阴柔。很可怕吗？这里又是浅馒头，啾啾啾啾，这也是啾啾啾啾，好厉害啊！嗯，就有人挡在门口的感觉，不是挡，是他很有，有能力滑这个的人都有办法在那一下杀下来。他很牛，对啊，他很牛。只想要怎么打在门口啊？那没有很近啊，都是在出口。突然间一堆人。
那明明就只是滑过去，然后又呼一声。好，观察其他人的滑行。后面有人摔倒了。刚有帅哥报道，我现在其实我也不记得他脸长什么样，只是钢铁好像很帅。这个，哦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又是个好摸地很帅的。只要着地的瞬间又站起来，就不算摔倒。所以你是，完全听不懂我在讲什么，还是就是，我觉得做不到，不知道要怎么做。嗯，对。对啊。如果转角就像转方向盘的话，我要的就是不准转，是吗？不是不准转，你只要转一点点就好了。你感觉到你现在往前走，你转这样，身体开始。如果我们直直，我问你哦，直直往下的时候，稍微扭一下。稍微扭一点，有点类似哦。其实你平常学 Sherry 的那个 pose 啊，那个东西也是钢鞭练习，它是这种 S。然后平常我们又有一个直直走，只是稍微直直走这样子。但是我们其实有点，但是也是有点刹车，你会扭一下，只是为了刹一下。没有没有，不是扭，是就这样子顺着这个弧度滑而已，不要瞬间扭，是。换过去用这边滑，接着换过去用这边滑，大概只是这样子，这样而已。刚刚的那个弯我也可以这样滑。不是啊，我们走直路的时候也会这样，左边我也可以这样做，左边扭一下。我不是在跟你问你能不能这样做，我是问你说，平常我们走直路不是也会这样扭一下。嗯，那时候你觉得是？很快，然后你一扭速度就会变慢吗？也还好，减一点点而已。嗯，对啊。我现在就是听不懂，怎么叫？我知道我们直接扭一下是啪，会这样刷一下，不对。对对对。所以你就是要 follow， 就是顺的怎么走就怎么走。哦，好，那有一个东西我再顺便跟你讲。平常呢，我们以为是自己在扭腰，不，其实不是扭腰、哦。以我现在坐姿的姿态啊。嗯，其实是抬小腿往左抬，抬小腿往右抬，抬小腿往左抬。我在做抬的这个动作的那一瞬间，头会往这边顶。这我又听不懂。你就是看，你看我这个姿势，就跟我教你刹车是不是一样？是不是一样？我只差没有这样。重心的诀窍是一模一样的，只是前进的方向是往哪边。我的口罩，看我一下，我又快要掉下鼻子了，是不是？是没有，不过现在超雾哎，现在雾的程度怎么感觉变得更大了？我看哈，我预定是，你要回去了，对不对？接近两点的时候。嘿呀，走了，慢慢的走。
怎样？没有怎样，让你先走的意思。那你也不能帮我录一下啊，太低了。先下去看看。可以可以，这里还好。要吗？那你就要停在刚刚那堆人的那边。他们也在录啊，他们也是跳这个位置。那我跟你后面啊，你就走吧。随便滑吗？嘿啊，随便你滑。要切过去的话，怎么回去？回不去吧？还是从刚刚缆车走另外一边下来。对，比较可能回来。那我们再来做这个，然后这次要直冲左转，好吧？准备离开了哟。左脚，下缆车直直冲，往左切好远。下去那边以后，要冲去那个坐这个缆车。嗯。那两个黑线，你有再下一次吗？嗯、有下跟没下，感觉意思一样。他下的是折折折。不开的缆车，一条。这个是啊，高的都没东西。两条，它这个是没有挂，它那里啊，这其实平行有两条线，它只挂了矮的那个。它地图上画的其实是高的这个。它有沙呢。有沙。沙一些，它飞的距离大概有到蓝线那里。有超过。这也是差一点点。他又傻，根本过不去。你的板子落在那，很明显。对啊，再看这个，会怕。这个先杀了，这个也先杀了。杀都会怕。这个没有杀很多、啊，他的第二个可以飞很远。哇，好厉害！而且都好低哦，下来的时候。对啊，所以这就是他不摔倒的秘诀。不摔倒的秘诀。这个很迟疑呢。这有点重，它很慢，离地五公分那种感觉。它又傻了，它已经过。对。它怎么回事？大家都怕。所以，
这还跳两下，他嫌速度不够，这个是速度用满的那种，这才是真的离地三四十。对啊，所以你看一样是来跳，那进去的速度你就有什么低中高。嗯，嗯，结果我下午滑的没有上午好，我刚刚的重心都歪来歪去，我觉得有差欸，就是那个一定是上午滑的那个。哦，那个班是带着我们的，那个是在进阶班啊。嗯，虽然倒了，但是他们可能每个都比我们厉害。这个尺上面画的是一公尺，什么尺？我说红雪深度尺，雪深度的尺。那不是路边那种防撞的防的界限，好像不是，它立得很里面。我是说跟路边那个刚开来的路上，就是说这路边的都给放太近，但它路就那么大条，你还再放开一点，你就掉到水沟了、啊。哇、哦，路边都是水沟哎、欸。是啊是啊，我是说，我不是说质疑它放的位置，我是说啊，要不是没有雪，不然的话。我的裤子上一大坨。嗯，这就是岔出来的、嗯、我看我的也是，要是把它清干净，然后下一次又空了，就表示都是用钢边滑的。嗯，好像好，又好一点。那你回到南面，你那三条衰叶线都要下一次吗？是都要玩片啊。好，都要走。那一回到南面就是，面对山下，靠最左边下到底，那就一条缆车，你要再坐回来，然后就可以刷那三条黑线。嗯，鞋子超好穿欸，我现在脚不痛，不然我刚刚在餐厅坐到我的脚背那个好痛好痛好痛哦。哦，这个山顶小屋不是小屋，小亭子，人就归在里面。哦，我说这里的人都没有要救人的意思，就没有人要准备扶那个摔倒的。不过理论上，因为清景泽他都有准备好要扶我们，要把我拉。清景泽，对啊，把我拉起来，踩到旁边。我觉得也太多外国人第一站就去那里了，我们也是其中之二。然后就从地下被拉起来了，赶快抬走，来人呐，抬走。清景泽都有准备好把人抬走。对对对对对，很好。别妨碍我们做生意。他躲在屋子都没有要救我。他还可以低头撸一撸。然后再开解。不过刚不是有最大的仁慈了，都没有要救人。对啊。在滑手机。好，加速加速。然后头顶还滑手。他就抬头看了一下。
我觉得我右脚不够紧，我觉得我的右脚不够紧，感受到有一点点那里可能快要糟糕了的感觉。好，快用这个缆车离开，这个缆车离开，我到底要去哪里？也还好啊，它。但是这有够平的啊，有够远的，够紧了吗？对啊，调紧了。好吧，去那一个黑线缆车，就回去了。现在就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啦，都滑过了。但是就还好，棒棒。不，有点湿耶。我很怀疑不带。回去也要好好挂起来。裤子。就明天早上再来拿。裤子啊。裤子。我们两裤子都窝外面。昨天挂。昨天就挂着，今天也挂着。对啊。这里没人了，只剩一个、两个。大家觉得要回去。也不知道。这边好玩吗？就很大。这边下下来没有什么危机感啊，就是幸好就是湿雪湿湿的。我也等你等很久。对啊，因为我要喘，天气来喘一下。有那么累吗 ？Depends on 我下来的方法，我现在下来的方法是中等累的下法。如果我用那种换一边左边侧架。那换一边，右边侧架，再换一边怎么？我是侧架吗？啊？我是一边滑，但是又带着滑下去，所以会算是擦滑了一小段。嗯，是吧？是吧？因为太陡了，所以就擦掉一小段。你有一点类似这样子的。哪一个？这个。你没有横向那么远。但是你转弯是在喷烟的。他是很厉害的。我有像吗？你的前面没有弯那么前面，你的头没那么前面，但是你已经开始做这种 pose 了。那这个橘色好像也很悠闲，我想要是那种悠闲派的。这个就是侧边滑下来的、啊，这是比较省力的滑法。我就是想要这种悠闲派。我大概差不多到这种 level， 我的手不会抬起来，但是我是这样蒙混过去。
为什么你会还是这种蒙混过去的跑法？就是偷懒不想用力。但是我就跟你说，我滑下来没有什么用力啊。因为我们是两种不同的偷懒法，你的偷懒法是偷偷一路掉下来，你一次就可以降很远。那我不想一次降很远。为什么？啊？我 想要慢慢滑吗？对，我想稍微慢一点下来，又不是太慢。总之就是随时看心情。你要再滑一次吗？不要。如果是超松雪的话，我就会选跟你一样的方法。然后，但是我的速度可能会比你更快，就是 depends on 雪质啦。这里还尖尖，这样还不错呢。今天这种啊，后面有没有漂亮？对，上去稍微拍一张。连那个，但是完全看不到任何雪场。那是珠穆朗玛峰吗？不是。这边怎么会是呢？要翻过山才是。我不知道哪边珠穆朗玛峰。这边是 Grand Deco 的方向，然后我就说他都在蒙在里面，都看不到这样。就是非常安静。你说他没有版权沙？这已经坏掉了，他还版权。嗯？你说红色胶带？嗯。这也是呢。那是胶带吗？没有，就是很像绳子。还是那个绑那个防滑胶那个绳子，有点怪。这个好多都绑，而且那是打结，不是？就是它要最快的绑结，不要离开那个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这是以前那种可以往上掀的那种绑吗？不是，它也是绑一下，它是绑住最快的东西，最快的灰色。他可能附了一个新的灰色的，然后就用绑上去。嗯，用绑的有点太不牢靠了吧？总之他用绑。对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。可是我们要来录一个三六零，你知道我的三六零录得到前面的那个山景吗？但是我再滑下去一定滑得很丑。三六零，你要说录风景的话，那是要小径，对不对？你说连通道小径，要滑得动的连通道啊，路上都是雪。对啊，你要录的是近的风景，那还 OK。远的风景拍照好了。越广角的东西，我们这样在那个车站旁还拍得到。我在考虑，我到底是要现在拿相机出来往回头拍，还是？那你先，如果是车站，你要回头还能拍到，那真的要滑一道这个了。有绿的树哎，你往左边看一点点，那边就有绿的树，看到了吗？那是为什么那里会绿的？五色藻吗？不是，怎么跟五色藻有什么关系？这一侧是五色藻，往右边是五色藻啊。树是绿的，为什么树是绿的？五色藻啊。五色藻是水，不是树。啊，对，不是树，我是说五色藻附近的植物会不会就很绿？这里是雾吗？好像是，翻过山就要雾了。那里啊，那我可以在这旁边看一下吗？哦，哦，开始到，快看得到，可以吧？好像会被旁边雪堆挡住。啊？他是要坐那个车吗？对啊。对啊，对。我先前进。回得来吧？就雾雾的啊，我们早上好像忘了拍是吗？
样如此。怎么都有拿喝，对啊，还是回来很麻烦的，都有拿喝，嗯，真的吗？是有什么东西没拿？没有，对啊。哪里有新缆车？那个。旁边有个绿灯红灯，那是哦。旁边有绿灯红灯，那只猫。嗯，有吗？魔。擦魔的猫。应该是吧，它擦了胡子。我们的包括看一下，没有东西吧？上面没有、啊，上没有雾的。没有啊。我脸上也血迹上也有雾的、啊。我看哦。心术。没有，我这边没有。左眼检查，右眼检查，没有。拍一张照片，雾雾的空缆车，今日风景都没人，都大家都不回去吗？没有啊，有的人可能一开始就在这边滑。等一下，按错了，按错了，好可怕！雾雾的。猫母还不错啦，粉雪的时候很粉这样。嗯，我觉得关爹口的猫母都不错，你觉得？我觉得都不错。你不喜欢关爹口？关爹口也不错，而且它的雪道我认为也可能蛮适合练功的，从上到下可能可以一路滑到底，大约就是红绿红这样而已。唯一小缺点就是坐缆车要爬的楼梯有点高。你是说走双翼走第一排吗？对啊，而且它粉的时候是哪里灌进去？我也不知道。而且它，我要讲什么呢？它粉的时候，我猜也会很排队哦。嗯。所以那天就第一天就很排队啦。那是礼拜六啊。嗯。对。嗯，我觉得，因为你要看一下日本人的调性，他就是说好定了，来住，来玩，所以礼拜六这样子，我猜他到更粉的时候，人也差不多就这么多，嗯、对，应该是还好。还是我们是这时候干嘛？三六零出的。就是一堆树，对，就是旁边都是树，兔兔的树。嗯，如果下次还要再排，那就你看我一下，我要看一下我的后面有露出来哦。有啊，应该是排三天，然后都非假日哦。我想想看，就是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要滑，第四天不滑，一二三可以滑，住三天，滑三天。第一天一定是中央带，然后就只有二三可以对调，最后一天不滑，所以雪季要用背篮还是季篮？
还是用记的好了，因为中间又要转郡山又要什么的，我觉得比较累。嗯，而还要坐接驳车，还要怎样怎样。日后也会用记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而且我发现那个钱消耗的速度有点慢。我们放那么多，我们有这么多钱吗？好像有四万吧。就上次放了8万之类的。是8万吗？反正我有点忘了。为了我的，我觉得最气的是那个人，那下次你就真的是换好衣服跟他讲，就说好，我跟你去楼下请教。对。就不要让他就是可以随便说就不可以，为什么不给你打折？因为不是用那个。我没有拉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拉。哎，这个角度。在拉。我不到啊！我这告诉我死角，我是看不到这里。哦。我看不到。你要。是啊，可以了吗？快拉肉鱼，还3公分，可以了。哦，这个角度实在有点惊险，就快到了。过了这条路以后，这是一条路。压雪车走过的路，好像没人滑过，是压雪车上，还是那个雪上摩托车走过去？是压雪车。对，摩托车走过去。这可能是一个平常的道路啊。这第几根柱子？第6根。你有算吗？那上面有写，我就看号码，刚好像18、14还是18。我就说，哦，十几根就有，就是一条铁路。它这样也算是小建设了。不错啊，不过我觉得那个什么，盐月不是在做吗？那个是大建设，因为它是广多啦，纯粹是为了想要广多啦要太旧换新，纯粹只是这样。我觉得一太旧换新，二它那个升级可以升好几个东西啊。它旁边就写了说，一降低噪音，二增加运载量。对啊，它人真的不错吗？我觉得它夏天生意越做越好，冬天应该也不烂。其实它冬天也还不错啊，它秋天应该也不错，它那个面包吃面包。对啊，它这个就已经做起来了。白马复兴就靠它了。还不错。哦，这边是全山路。有花，果子，橘色的果子。所以是。超冷，痛不过去。一样的。痛痛点吗？有吗？点一下痛。我们也在点头。OK， 我们要跟人家挥手。没有人了，我们要跟人家挥手，看人家会不会挥手。你要什么叫没有人了？没有人。我刚以为车后面车的都没有。你要跟人家挥手？不好意思。你去。不好意思。你还点头嘞？他有看你吗？他一直看我。他又看不到你的眼睛。那我对我害羞什么？没有人要跟我挥手啊！啊什么？你刚不挥的？我不好意思。对啊，那在讲什么？人家看得到你的眼睛。对啊，所以我就不好意思，我就不看啊。人家看不到你的眼睛，你在。但是他应该知道我在看你。你的头的方向。那就往。假设我镜头拍到他。是谁？个性男诶，他有胡子。是啊。没有人想挥手。嗯，有人要进来了。啊，往左滑下去吧。滑下去。滑下去了。好低耶。很小。滑到底啊。没人。只有一条路。好慢，好黏。好难滑哦。干嘛？
好难滑哦，觉得好黏哦，是错觉吗？我的滑的方法，这里只能用轨道滑耶，走。哦，怎么那么黏啊？你有这个感觉吗？没有。我觉得忽快忽慢。我面罩上很多小水滴，两个都开了，好，要逛完全部的话，要先坐左边的。哦，那我卡在这里。你说什么？那我卡在这里。那你要吃的是要这个吗？不是啊，刚刚是什么什么羊啊，什么东西的 ？Mountain Cafe 还是什么？好，先坐左边。对啊。去啊！你为什么都不先走？我讲完了，我以为。你只是怀疑而已。脚顶到了，是地面太高是吧？不是刚刚那个下车的时候地面太低，地面太高，就是对地面太高，对啊。然后就都坐到这个地面，很怪，起不来。我在想坐这个车，难道是滑这条路？对啊，我的上面都是微点点，你看你的也是啊。很冷吗？啊？这个水汽很重，所以很冷吗？感觉是，我觉得很冷，冷死我了。凉快多了。这也是公尺磅吗？看它上面有写注释。偷看。好像上面有数字呢。40, 20, 0, 10，所以积水深度80-70而已，这个跟这一根只70而已，可能60多一点。确实是滑这。右边还是这边？右边，左边这边不知道有没有开。不过它插了3个棒棒，也许可以滑。这有点危险。
就是黑。然后也有一个洞，你有看到吗？但我没有看到有东西。哦，有点危险。是。好不哦。嗯。哇，今天背来没有拿出来。嗯。太酷了，不觉得没有那么好看。哪道它好开？那这应该是黑吧？还是我觉得这个长相像黑，又像红又像黑，或者是它就是走红又蓝，对他们来讲是蓝线，就这一条蓝，那里一条蓝，还是左蓝右蓝中间黑，有点忘记了。你要我拿地图给你看。反正如果你说都要下的话，是看起来它没有阻挡，所以就是都有开。然后你看下面这个雪字，乱乱的，应该也是下得了。就是今天这边走遍也就差不多了吧。然后三点多吃点心等车车，很雾。吃点心，不，我就往饭少吃点。哈哈，吃三点，哎。喵喵喵喵喵。看它叫声有没有恐怖？刚刚的叫声音害我以为发生什么警报了。它上面贴了兔子贴纸，嗯，但是是一个眼睛黑，有点像见狗的兔子。它的这个有90耶，啊，90号，嗯，像我们还很远吗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这开到哪，而且这么雾。你不觉得我可能还很远？数量那么多，90耶，他就算到100号，我们我们现在还有一堆。他的椅子应该没有，可能没有连续编号。有连续，前94吧？92有，然后有连续。就不知道啊，而且他这个是挂死的那种吧？94，他跳号了。不是变速的缆车。94、95。雾成这样，嗯，至少早上有拍银海跟中华带湖方向，银海的下面就是湖。好，我也清楚湖在哪。湖就在银海下面。不知道呢，确实要省钱的话就六日才开，就跟，但是这里毕竟是新野，我猜他平日也要开才对吧，而且可能只开个几点而已，所以他财力雄厚。我的意思，这里我没有什么新野的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因为他餐厅这样子好旧旧的感觉，很不新野。而且我还以为猫魔那边有猫魔新野猫魔的 hotel， 但是刚看没有啊，那是怎么回事？他就是猫魔离宫，猫魔离宫是新野的吗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就搞不清楚了。还是这没关系，他只是叫猫魔而已。嗯。好恐怖啊，好危险啊，这滑好危险啊，我很怕滑这种快道。这种剧，那个。我叫什么？嗯，可视范围。可视范围只有一根柱子，
但是还是比只有五公尺好一点。白马那个时候应该是一公三公尺以内那种感觉啊，二四谷的时候。到了吗？到了吧？那个架子感觉是拦截网，拦截网的附近应该就是下车的地方了。对了对了，这网子还要运一段路，还蛮长的。嗯？网子还要运一段路才上去。它网子都做是类似这种长度的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我有下来可以过的。这里看起来也不像是啊。它做那么做那么长的，然后拉上去就好了，做网子上。对啊，就不大懂。哇，下来不知道怎么走。理论上右边有一条，左边有一条。先往右看看。好冷哦！哎呀，风大了，哦，后脑凉，后脑凉。嘿咻！他要学什么？右边。风很大，但是风很好，那个风都看不到啊。为什么他也要讲连接 lift？ 因为他要提醒大家。左边是黑。我 OK 啊，我刚刚是后脑很冷。你要拉一下吗？应该还好，因为是刚刚风那样吹，下去可能就没了。大概只有山顶附近才有这个风。我很多扣都开了。啊？扣是开的。是啊。啊，那风很难，我都看不到，我都只看这一块为什么让我有橘色的感觉？有啊，刚刚前面那个也有啊。为什么？越抽越橘呢，下面有个橘橘的东西吗？对啊，很怪哈，奇怪，对，是个红线。啊，一开始像联络道。你有发现我在因为左右摆动的时候，为什么一直插一个东西从眼角这样飞出来？啊，竟然有这种事！好累哦，好苦，有什么好方法？我都看不到，我还会很酸。那等一下，刚刚还要再做一次吗？嗯、另外一边黑线也要滑吗？我不是都要滑吗？好吧。
这里可以了，左脚左右脚拖拖拖拖，这样就有了，可以了可以了。你要穿紧吗？南面全都没压雪啊，全都没压过啊。对啊，很累，这样滑。对啊，啊？这就真的是跳跳兔了，这样。好了，我觉得用小转滑板好了。没关系啊，前面有一个比较陡的地方，
这里停没关系，前面变陡了。我觉得我膝盖要不舒服。看一看吧。好。好累，这个不要再滑了。那另外一边黑的也会很累啊。所以有再做一次，就只能滑黑线。好吧，那走吧。也不知道，我觉得我们刚好逛完，也就时间到了。有照片是吗？对，它是这个双人山，应该路线是风景很漂亮，所以我才说我们要来。但是刚什么都看不到。我现在我觉得南面什么都看不到，北面，南面跟北面的差别，我觉得确实南面跟北面温度可能差1度到2度。但是我们身上没有湿掉。是没湿啊，我是说是湖面的那种暖空气那种。所以刚刚是红线。你觉得刚我爬背会有东西可以吃？我们已经错过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现在滑黑的就会路过了。你觉得它有什么好吃的啊？你问我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没有看过。你想要看一下吗？它会在坐那个缆车的上面吗？还没有到缆车的地方就会看到。就是我也。但是也不一定，搞忘了。你有帮我看到那个洞吧？还蛮明显的。对啊，我本来弯过去，看到它，赶快又换另外一边弯。是木头啊，好像是。对啊，下面是个木头。谁知道呢？这是个假东西。就那里，也许有个夏天就知道了，是个看台还是什么？跟刚是一样的浓吗？坐好久了。还是比刚更浓。这样更浓，但是要坐好久。我怀疑黑会不会是这样下，不过刚一下来你也看到要加速冲的时候，右边是另外一个。我回勾才是我们现在坐的这个，我没看到。你没看到另外一个缆车，你是跟着我一起回勾是吗？对。我有看到，我本来以为要坐前面那个，后来不对。你说为了我的心愿都逛完，真是。但是我有点怀疑啊，他。我们这样还剩一小时。他这里会分岔。现在几点了？刚刚看我2:10。但是剩下的，除非你一定要三条黑线都走完，那感觉时间就是。用完而已，是不是会用到完，因为那三条黑线好像要坐三，三条黑线要等于要坐三次缆车。那你觉得缆车动很慢？对啊。所以你是让刚刚那另外四个人先滑，还是怎样？你说年纪稍长的吗？看起来就是。绿色彩带组，不是绿色，橘色彩带组。我感觉我的脚，因为我觉得膝盖怪怪的，我就动一动，我就不要勉强继续滑。扭得太厉害了啦，这样就啊，就觉得膝盖，你脚手拍一下啊，我伸一伸。现在是觉得还好，刚觉得真的有点怪怪。后来我的脚算是就治好了吗？你说水泡吗？不是啦，膝盖啊！我以前你忘记我一开始滑雪，每天挨休息，膝盖会痛，膝盖会痛，膝盖会痛。后来你好，每天我这样挨了。
对啊，啊，你是完全不痛了吗？对啊，没有痛啊。那你护膝还是要戴的。这样有保护啊。对。但是我是说，好像没有痛的耶。好像没有像我以前那样一滑就跟你说好酸哦、喔，然后连挂着血鞋都跟你说好痛哦、喔，膝盖被他弄死了。哎、欸，你这样现在去挪中间是一点点酸酸的，但是没有像以前就是很痛，小膝盖在痛的在滑。有可能是他越来越好，也有可能是你重心越来越对。哎呦，我的腿酸的实在是。前面走一堆路，后面又要跳着乱七八糟。对啊，那边我真的觉得滑得不舒服。他要的理由是什么？然后他不刮雪？因为是湿湿的，所以他就不压了。湿湿的为什么不压？因为压扁了，可能变成冰啊。是哦。那他还要做生意吗？对啊，他现在这个样子，反而是对大多数人来讲是安全的。哦，你说摔下去就还好。那他是把压扎实了，摔下去是一个墙壁，是吗？对，压扎实了就感觉不大妙，跳得乱七八糟的。对啊，就只好跳。我们好像我们算是万座第二天算是玩到松懈了，有那样算是哦。有，而且我们中间那一块三角形也在那边跳啊跳的，玩得很高兴。而且我就强迫，等于有点强迫练习说。感觉会卡会卡，一定要钻进去。现在不钻，之后它就被刮烂了。所以我钻了一次还是两次，是完整的，就是自己开一条路的那种。对啊，觉得那种练经验也很重要。他说往这边下是黑，但是一开始感觉是很长一波都是绿的。不知道哪里才开始黑，后脑的，大概这个高度，这个高度开始有风。这里是接近这附近的山顶的，山顶有风。快到了，57了，表示折只剩一点点。我已经看到那个奇怪拦截网，广告还没看到，我就看隔壁的车，看他几号，估一下我大概还有多久。这里才会后脑觉得被吹得冷凉凉的，会不会也跳死我啦？嗯，会不会也跳死我？一定的啊。哦，是一种粘性很强的，我都站不稳。模拟松雪，而且比松雪更重，应该是踩错或者是用错力道，就劈成。那里还有个棒棒，为什么差了个棒棒？哦，是网子，不是棒棒，是绳子，是要、哦，所以这里不能走，要一直过去。哪里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过去哪里啊，所以这一道是不能滑的。哇，哈哈，可以滑。这里可能在正常的雪季里，这里可能是非压雪的松雪区吧，所以他才说这是黑。但是这里反而滑的人不多，哎，可能不是很跳、哦，是吗？好像好一点，不能说平，但是也没有那么跳，而且没那么湿。是啊是啊，有一点点像松雪的感觉。你在干嘛？你的姿势很好笑。你好像倒地的山羊，刚刚那个 pose。
刚刚的倒法很好笑哎、欸。我不知道你是头朝山下，你问我为什么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为什么会摔倒？对啊，为什么？这样滑好累哦，而且水滴变大了。没有啊，没有。没有吗？我整个人打在地上。对啊，没有啊。对啊，没有。你让我看你背后，没有啊。我整个人打在地上。对啊，你的那个背包的肩带有沾了一点点湿湿的，一滴滴，一丝丝而已，那种感觉没啦。对啊，就像这样而已。你看你，下去然后就起不来了。你头往下倒，怎么起得来？这很奇怪。因为还在得意说哈哈哈，我下来的。对啊。我回去看录影，因为我盯着你看。很跳啊，而且速度很忽快忽慢。擦一下篝火，因为我发现面罩全湿了。不是面罩，是我的面。不是面罩，是那个眼镜。对啊，所以我刚擦了一下篝火。下次，后来我习惯了，我用我的小转试下吧。好像听到叮咚了呢。对啊，这里。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是分左边跟右边，然后我在想要走左边还是右边，我猜我就在想哪边比较黑，这样我猜右边比较黑。那我看地图吗？你要看地图吗？我也可以看啊，我有拍照片，但是我记得地图上就只是画了一格，这里目前为止应该只是红而已。不确定，我。地图上你那上面有分岔路哎、欸。好，我现在看我拍的地图。我们不是到屁股山，我们现在只是在 Frozen Two， 右边是黑的，左边是蓝的。我们在 Slope Two。我们在 Slope Frozen Two。Frozen 对 Frozen Two， 所以走右边比较好，右边是红。哎、欸，不是右边，左边跟我猜的一样，走。对对对，走左边比较好。
因为我觉得右边感觉很快就下去了，没有啊，这里好，那就走吧。地图有看，等我到啊。啊，是没有人来。是啊。哦，又要再插一次 GoPro。因为我觉得眼镜上又是啊。GoPro上摸起来还好。是哦。镜头小。嗯，好吧。好，前面就比较陡了。也没有陡多少，也没有陡多少，一过来就是一样不平啊。对，好，那我就用原来的那个下法下，就是一个小半圆，一个小半圆，这样对不对？乱七八糟。这里比较陡呢，这里比较陡，没办法，一直小半圆。我是爬到飞起来了。吓一跳是吗？哎。我觉得我鞋子真的穿太重了，下面就到了，下面就是接回去了，就这一小段撑一下这样。奇怪，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忍受了，但是可能太跳了嘛。我觉得我的姿势是跑掉的，所以没办法跟刚一样这样堵一堵一堵一就下去了。对啊，是右边是边界，哎，还是直走是边界棒棒？不是，那应该是有东西不能去，那就是。稍微往左弯就下去了，但是路是往右走，到那三个棒棒为止。是啊，就三个棒棒是有东西。对啊，我说到那个三个棒棒为止，左边绕过去，这样还是怎样？唉，真受不了。好了，来了，啊，好了，这样子下，感觉坡度就这样而已了，然后再往右回去，嘿啊，其实这里是松雪，被雨淋的，我知道啊，我是慢下来用的。我刚用顶的，我干脆就用松雪的滑板滑了，这是。就是松雪的时候，那个地方应该是超好玩的。
这一狗，被他弄得这样，而且脚都这样乱飞乱飞了，我就啊，就一直叫。哎，可惜了，暖冬的恐怖。所以我们不管走左边右边都比那个咖啡低。哦。嘿。对啊，所以咖啡是刚刚从那边回来才经过的。然后这条是什么？这应该也是个。奇怪，有这么多黑吗？这还是这只是红？我可以看啊。你要看手机还是看我的衣服就好？手机有啊。有人下来了。对啊，就一个人。这样很好。没有压就太跳，很恐怖。这条线没有四个黑。哪有？这一个，这一条。对，看起来就是啊。对啊。然后我们这样子坐上去之后。我们现在直接往左边，往左边就有一条黑，但是这条不知道有没有开。Black Valley。这就是三条黑啊！上去以后，第一条、第二条、第三条都有开。对。所以你如果三条真的要滑满，就是要一直坐这椅子坐三次。我站在里面打滚。我觉得就大概一次就好了吧。你选哪一个？一二三，选中间那个好了。头顶的三条黑线。刚的我觉得就很难的，我站不好了。我的往前压也没屁用，脚就在乱动。我可以感受到我的身体离山上越来越近了。对，就快要翻车啦、啊。然后我的姿势也越双脚站的也越来越开了，就合不起来啊！它乱跳，脚就分开啦、啊。看一下它几号？12号。我看这样一折腾，这样是几点？你要我可以看几点？那是。但是我好像也发了，那不用，我继续拿出来就有了。两点三十五。那就是那个黑线下去以后，再把绿线逛完。那边的雪比较好，而且我应该是有压没压的差别。对，这里，对啊，没压。我早上的感觉真的就是忽快忽慢，有点要把我踹一下。那种忽快忽慢，连平常那种放松直板直直前进都不能放松因为放松平直板直直前进，它会突然间呼就变慢，是莫名其妙。应该是，不过这种的比较不会滴油吧。这种的没有那种，它不用那种脱离转盘什么那些的。它就是永远夹在上面。到了，所以一下来左边就有三条黑线让你选。早上有拍，他说这个开到3:20。右边是绿线，左边是第一道，前面是第
第一道黑线，第二道黑线，第三道黑线。怎么感觉直接下第一道比较快？第二道。对啊。啊？他不就说要逛完吗？哎，就来吧。在讲什么？那个跳起来的感觉差不多，但是我觉得跟斜度没有什么关系，就都没有压过啊。我看一下，不确定，总之差了。在等你走啊，是啊。这里都是比较薄的地方哦。
还有什么车可以坐？刚刚我们是坐这个吗？怎样？嗯？左边有个建，前面有个建筑物。咖啡吗？啊？咖啡吗？所以我们是是吗？我不知道，现在怎么？去看看它是不是咖啡？你要进去看看吗？没时间，那就坐这个缆车。眼前这个，要坐眼前这个，还是这个是山顶啊？这不是山顶那个吧？没有。这个是不是我们从那边回来的？我就是在说这件事啊。好，先停在那。如果发现它是翻过山顶的，那就要往下滑下去了。先停在那里看。好，我去看一下。我就跟在你后面。坐过这个啊？是啊，啊啊，我懂了。你说的没错。下车以后往右滑，隔绿线右滑。嗯，这个角落。你要不要拿地图来看？我知道，我只是。不怕可以，就是早上我都有看地图，我跟你说，就是要上水。我只是在想说。热的哎，不过是当天太累就热了。嗯，我只是在想说，接下来要滑哪些地方？嗯，对啊，要绕完，要什么绕完？对。好热哦。嗯。这个上去以后，沿着左边一直最左边这边走，就可以滑回去。哦，这左边在左边，然后其他的都没开，所以就是只能滑这里一路滑下来。哦，对，绿绿绿。这个是 Black Valley。啊？这个？不是。啊，我们现在坐的是，哎，我们现在坐的是这个啊。哪一个？我看这个。你给我放大看去，这就不是嘛。嗯，这不是嘛。那是这个吗？对，不要是贝里嘛，是芭蕾贝里。对，我们做的是这个。只是啊，我们原来刚做这个，接着滑的黑线可能是这个还是这个，所以并不是第一道。所以我们刚滑的是二还是三？四？我们滑的是二，所以等一下要滑一吗？一下去以后就可以回到这里，再对啊。那个要换的车叫什么名字？总之一定比这个还上面，会先路过。因为我们这个是这条线滑下来之后，第一个看到的缆车就是它。我们刚刚是滑这道吧？嗯。刚躲了一些草。我再瞄一下，我看一下，你都比较干嘞。我刚刚也没有很多线。嗯，好了，就是下黑就是小冒汗，这样。这个说是绿，是吗？有人顶不住吗？有人接到。越来越快的人接到，其实加速不是很高，还蛮普通的。
那大概就是这个黑下去坐那一个上去，滑完蓝绿就是点心时间了，也是逛完了，很敷衍的逛完了。欸，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形状像是变速缆车呢。对啊，上面有那个翘起来的那个。车内悬空。对啊，感觉是。而且他说他是 Express， 是前进速度比较快的。是啊，所以一下来往左边下就是那个黑了，感觉是上红下黑那种感觉。快速跳级。在有松雪的时候，也许还不错。有开吧？这路中间有个奇怪的东西，这围起来还是怎样？嗯？奇也怪哉，只能往右，不知道看指标，只能往右，没错，看他写什么。啊，就是我们下车的地方。啊，没有要去连接，那就是回头过了吧。雷达是，我们又滑同一道了。是啊。前面的左边就是我们刚坐的缆车吧？是吗？所以这样又是同一道我们要下同一道黑线还是怎样？没别的了。还是我们前面这样子故意？我先看一下。我觉得我们刚下的是第二条或第三条，这个是第一条。这里。对。所以是要下这个没错，不然往前推就是刚刚我们滑的黑线啊。这里是三条黑的第一条，好吧？下来的地方不一样啊，你回去看你的那个 app 都知道了。你先啦。下过的。啊？没有，这另外一个。你先啦。
学的时候，怕会摩擦。好啦，要加速了。还好要回家了。对啊。啊，再继续下去吗？对啊，要加速了。对啊，前面很平呢，你可以一半后加速没关系，该加速你说什么？你刚刚讲什么？哦，前面哈，好，前面啊，左边不是我们刚刚坐的吗？对。前面过了那个红网，再往右就是缆车了。对啊，对啊。走吧。我要换座那条。右边有路去吗？右边我看啊，就是这个橘网子连续延伸。你等一下就会看到了。所以，我们刚这条黑线跟这条吗？两条？哎，不，刚跟这条。我们刚刚是冲下来坐了这一台嘛？嗯。所以我们是从这里出来的。对。对啊。所以一号、二号黑线、三号黑在那里没滑过，就这样而已，不滑了，走吧。对啊，你要拍照。等一下坐到那个很高的，会不会再拍到一次？那你先帮我拍一张。哦，是哦。拍一张也没有怎么办？想过来一下。好啦，已经是，这湖少的不行啊。只要你是跑，我一直叫你，叫不停啊。那么远哪叫得到？我撑住了，我不行，太陡。有湖吗？超级小啊。那你可以开倍速吗？还是要用我的手机？没有，就走吧。好的。那我帮他拍一张。小脚胶。跟早上比的话，就是云海散开来了。嗯。为什么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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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个这就是一长条，那拉到某个高度，你往右后看就是。要看一下，看一下我的 app 啊。一下来就沿着 Night 线一路滑下，就完成。还收工了，太早了吧？那就滑 Night 线滑两次，完成。不懂，现在三点呢、欸。不是要吃甜点吗？那三点半去就可以了吧？三点半吃甜点，好、啊。嗯。你花一次可能就到这三点二十了。哇，太密，看不清楚。你最好说的意思。我现在搞不太清楚，因为我的线呢，啊，还没有，我还没滑完是没有啊，还有吧？不知道。有了，有了。它线很乱。什么叫很乱？就是这样，呼呼呼呼呼，一直扭起来。那你看我们是不是滑了一号、二号黑、三号黑没滑？看不出来。哦，你是说看不出来？你看现在看过去不就一二三吗？二我肯定滑过。就第一个没滑。一滑，这右边这个没。要补吗？要补吗？不要补啊！我们都已经坐这里就走了。这个就是山猫路，所以这个话我知道。那最左边那一块，它就不开缆车，只开山猫。今天应该缆车数吧？还好而已。因为是那个啊，因为缆车都很慢啊。上山多上山？多啊，因为就是要一直坐才有办法接啊，或什么的啊。哦、哪一间雪场也是有这个问题啊，要坐一大堆缆车。天哪，东西南北那个啊，哪一间啊？上越国际，好像是哈，就口气拿那个。不是口气拿，是 Green Plaza。啊，是 Green Plaza， 好好，它的主体名字是 Green Plaza， 对对对，我要说的就是 Green Plaza， 还把人家钥匙带回家，还不还人家，还不接人家电话，人家那么古老，那个钥匙很难找。嗯，好、哦，一二三，所以说我们这样咚咚咚下来。对啊，二也就这么下来。是的，下来。如果我刚刚二，我们选绿线走掉，我猜它的绿线就是在这两个黑线当中弯来弯去吗？还是怎样？嗯嗯、这条也算是。一条线吗？联络道的出口看起来很斜。好像没那么雾了呢。嗯。啊，怎么办？周边的风景没看到，来不及了哈。反正福岛会再一次，就是如我所计划的。既然都已经，这个感觉很黑吗？是啊，感觉是啊，是黑没错。啊，这次是遇到的时候出缆车站看到的那一条。这个人在馒头呢。哎呦，好厉害哦！好深哦，我掉下去都害怕。感觉是两，他出来了，他离开馒头了。他又想回去吗？看一看，看一看。嗯，到了。回去的车是包车，所以上车以后连口罩都能拿下来呢。
因为我现在口罩觉得非常湿。嗯。欸，但是镜面上我觉得好多了，去掉了。那个雾啊，那个雾，这里没有那个雾了啊。镜头呢？镜头刚刚已经都擦过了。这个缆车确实也走得蛮慢的。我看坐到顶滑下来真的就是三点半，现在3:05，所以不是我随便讲讲，真的是滑到底就差不多了。哦，那南边老是觉得没滑多少。对啊，但是因为没办法，它的缆车速度就是这样，然后加上雪况这样，我们滑的速度也是这样，要快也快不起来。啊，仔细看，就是红或绿就滑吧，这样一来就回到基地啦。啊，不，我继续再滑一趟，再滑一趟。再一趟是要滑的时间加缆车的时间。嗯。有难度。我们已经到站了呢。现在三点，你看我们现在几点？滑下去，我猜大概3:20，差不多。嗯，山景怎么样？还不错啊，这里可以拍一下。啊、不过旁边都是那个，都是那个网。还有都是树啊。对啊。是。那里连接处。是大虎吗？就在位置，就是大虎。是啊，是啊。先拍虎。湖应该是没被树挡住。他说，还不错呢。这里，你说要帮你拍吗？就是要叫你帮我拍，那你往你前面一点点，好，可以了，就是这样。我的面罩可以吗？拍不到他，只露出个头而已吧。拍下吧。好，我用 iPhone 拍好了。你等我拿 iPhone 哦。好，来看那边，头抬高，翘转过来一点，好，好，可以，我不用，不用了，好了。啥？不小心的，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黑线。下面应该是我们早上坐的第一个缆车吧？对的，所以我认为，就滑下去，
你真的硬要再做一次，也是做那个再一次而已。这样。哦，盘梯山呢，还露出山顶呢。对啊。它全白色尖尖的头呢。我在看它漂移的那种感觉。你有办法拍到山跟湖吗？我再往前一点。没办法、啊，一个左边，一个右边。你为什么要拿多那个？为什么不拿那个？多拍，多拍。有啊，你指的那边就是最右边。我要一张那个啦，一张人像哦。现在看不到山顶。哦。人像无效。人像怎么无效？他看人像看不到你的脸。我动一动呢。有用吗？他没抓到啊，他没抓到，而且山越来越少了。刚刚一开始最好。对啊，我刚刚叫你，然后我怕你就要跑掉。大叫大叫，好啦，走吧。没有啊，横拍就拍到了。山头又出来了，又出来了。我就是拍你，没事，已经拍好了，拍背后。然后脚开开的。对，开开的。哎，现在完全有了。你用我过去的话就太近了。等一下，好。对啊。来。还有一下下。你的脚就是站这样吗？因为我是斜的，我没有办法这样。没有山头。嗯，为什么要拍横的？我喜欢拍加弧啊。哦，你不要那就不要，这样看起来腿很短。那、我看，我要把它拉低啊，但是山头已经没了。又没了。对啊，一直都没了、啊。有，现在有了，又有了，又有了。很少。现在有了，有可看到有了。对，有你。好了，好了，我们都没有跟他合照，我们来的啥都没有跟他。你要拍吗？不要了，感觉耗了很久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反正你就一步不想让我再滑了。我只是客观的讲出剩下的时间。所以我就觉得，那你就不让我滑了，那就到处拍拍照。可以啊，拍。走哪？直走，一直直走。哪里？你先走。就沿着缆车那里往右冲啊。你推一推啊！
一样的黑吧，都是黑，而且它是偷开的吧？上午有合起来吗？上午就开了。山头出来了，拍一张。没有，我是说你赶快拍一张，有山头。实际在镜头里看不清楚，在镜头里面山头不是很清楚，现在真的也变不清楚了，刚刚也没很清楚。都滑，这次不要啊。右边跟上午一样啊，你要滑到下面那个平的地方拍，你知道我说的意思？上午栏杆那边，现在先往下滑。对，会被树挡住了，先下去就对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弯的方向很怪呢。
现在的山上角，要往右转。你转了、啊。真是太好笑了。哎，走啦，走啦。啊？我已经拍够了。我是说我拿360。哦，你说你要录吗？你小心就好。现在就是把那个点心的时间扣掉而已。对啊，没关系啊。啊？是到光还是？不知道。没开、这个雪道没开，终极大头朱奶，我猜他雪不够，一阵子开左边，一阵子开右边吧。你回去看就知道了，你就录就对了。
车没坐过吧？啊，是啊，这个都是想什么？现在3:30，所以这个缆车就不坐了。然后啊，前面要带速度，要能冲到那个，先把东西收起来。收，要冲到那个咖啡路口，咖啡颜色的那个路口，越近越好。三角形那个吗？对啊。就是没有冲不到。对啊，冲不到就得走过去。冲不到。然后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那边冲啊，你的票先给我，我冲到我去退票，哦，然后再让你慢慢走过，好好啊，等我好了，对啊，我先坐，我去，对啊，我是说冲的时候你再慢慢走的时候我可以去退票，我退完票你应该还没到，加速冲啊，急，再急嘞。好，也录了一段，至少用到。虽然天气不好，嗯哼，但说不定会比那天亮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那天一个镜头，因为那太阳没那么大，对啊。点嘛，什么？废话。嗯哼，废话。两个吧。我还没好。然后我的手套又快要掉了，我能是拿手套就这样突然往下滑一下，然后还要跳给你，哇，你冲走了就会停啊，然后我就去上厕所了，按一下就停了，对不对？哦吼，嗯，等会再按停，到了再按停，嗯哼，原来是我的行车记录器，万一有人撞我，妈妈，万一有人撞我，我就叫救命，对啊，来。你有拍票做纪念吗？没有呢。我拍一下，你再记得拍。我有拍。没有。拍一下。好，记得的话。有办法直接说。然后杀到我前面。Thank you.